这个看起来很现代化的是一个新的购物中心，然后它就刚好坐落在这个旧城区，就在一些老建筑的旁边，所以还蛮有趣的。然后中央广场有一座喷泉，然后附近就有一些咖啡馆啊，还有一些商店啊，所以很多人都愿意在这边碰面。红色的那个雨伞，那个像他们的卖船票，他那个是卖市区游览公车啊，那个好像是船票。开心。快抵达锁链桥，匈牙利最有名的地标。等一下可以看一下，据说那个狮子里面，不是据说是真的，狮子没有舌头。舌头？没有舌头。没有舌头。对，没有舌头的狮子。好，去看一下。那本来大家很兴高采烈来，来这个庆祝一个他们一个具有历史性的锁链桥的过程。嗯。可是后来被一个小朋友发现，狮子嘴巴里面竟然没有舌头，然后那个设计师后来就羞愤的跳河自杀。啊，真假的？听说啦，可是后来好像有人也有看到他、啊，游起来了。对，只是舌头有这么好计较吗？他们就觉得为什么搞得那么雄伟，竟然没有舌头？缺陷。对。Hello， 我们现在到了匈牙利最著名的锁链桥，真的很漂亮，这前方。就刚刚小梅跟我说，据说这狮子是没有舌头的。然后我们走进桥一下，来到那个布达佩斯最著名的夜景呢，就是这条锁链桥，因为它晚上点灯的时候看起来就像一条锁链。然后呢，它是谁一个就是一个匈牙利的贵族，他叫塞切尼。他当时请一个英国的工程师来建造这个桥，然后为什么？哦，19世纪的时候建造，全长有375公尺，宽16公尺，是当时连接，因为当时是分布达跟佩斯两个城市嘛，两个区块，所以它是第一个连接的桥梁，然后两端。看到有没有舌头的狮子镇守住？应该用个大字报。好啦，这是乌龙哎，被我影响。我讲一下，我们现在已经到了锁链桥，然后刚刚我跟你讲的那个古爵啊，古爵就是塞切尼公爵，他后来成为了匈牙利的第一任总统。据说他有就是全托脑河上最美丽的一座桥梁之称。就是哦，我之前在另外一本书上有看到说，如果你在这边看过锁链桥，然后从上头看过这里的夜景的话，布达佩斯的夜景你会一辈子都会记得。然后我们昨天已经看过，然后希望后天还有机会再，明后天有机会再看一次。然后我们现在就要行经这座桥，好吗？看有更美丽的景色。好。这个没有，这个是装饰，纯粹是装饰。多瑙河不是蓝色的，是绿色的，绿绿黑黑。然后往最桥上往右边看，就是皇宫区、城堡区。
锁链桥上嘛，然后它桥的右岸就是布达，它是比较属于山丘区，然后桥的左面是佩斯，是平原区，所以就是刚好是在桥的两边这样，之前是分两边，后来才合并在一起，就是现在的布达佩斯。看到远远的地方，那就是 Opener。现在刚好今天上的还需要买吗？我已经白天到期了，所以这边就是有很多精选人的看板。然后这个呢，就是他们的国旗，其实跟意大利的颜色还有基调都是一样，只是它的正反是分开。很多人，我们也有那个。可以帮我把零钱用吗？那你帮我们把零钱用吗？对，可以帮我们把钞票用吗？啊，你们能不能凑到两千？为什么凑到两千？司机给换的。不用了，不然这样我们永远就是无法。不用了，走啦走啦。这个隧道。不会的，等一下 ，OK 的。来，等一下吃饭。这个红砖墙就已经是城堡山的下头，然后可以用步行的，或者是用走，可以用搭缆车，但我们决定要搭缆车。然后这个通道呢，长多少啊？是有记录。搭缆车。那先讲隧道啊。好，没关系。这边就是匈牙利的著名的城堡山。那城堡山下面呢，有一条贯穿这个城堡山下面的一个隧道。那这个隧道呢，宽9公尺，是那个两线的车道，然后来跟往都各有两线道。那它总长呢是有350公尺。宽是9公尺，刚刚讲它在整个。城堡山的下面，那城堡山的上面呢，就是最著名的皇宫，这边是皇宫，然后这边是所谓的渔夫堡。那皇宫上面还有渔夫堡跟皇宫的中间有一个总统府。那等一下我们就搭这个缆车上去，去参观这整个渔夫堡的上面的美景，可以从上面看到整个布达佩斯。就像刚刚小小讲的，上面晚上如果看到上面看夜景，看下来碧山会难忘。考试通过，考试通过。刚买了票。一个人840块，是单趟往上走。在日大概40块。要排队。We get that with me, which is our age, and we're not good at it.